目前他2009年转为职业已经更加有所成就，是对手越强啊，其实对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这个帮助下呢，整个的这个训练的节奏也慢慢的有了起色，对，输的也不多，是，而且可能也是碍于方便当年的一个前后手，现在也方便上来就会打对，漂亮，低位的摇臂，前手的平攻，后腿的扫踢。而且够是他的短板，没错。哎，方便小心啊！这个迎击被抓到。是，但是方便的好像受击打的效果明显一些。好，方便前手平攻两次。我们来看曼宁的重放，就这个后手重的一拳啊，正中下巴，两拳。哎，换了一拳啊。对，基本上是对方把整个的体重都压上去了。还好方便了，硬扛了下来。回合的最后一分钟，看这场比赛看来是很难善终啊，是，双方都在证明散打是一个主流的格斗技，不会比其他的国家的派别来得差。没错，对，方便这个我们再看，就是还是击掌啊，并没有读秒。这一回合方便打了有点惊险，接嘴意气锋芒啊，找这机会。好，这个看这一下，动拳了，动击，方便在追击对方，比赛中也不乐观，对，不乐观，相当的危险，一直被追，相当的危险。哦，确实，双方对拼了，好，对击，方面的距离抓的不太是出鞭腿，出鞭腿效果。好，后排，好，漂亮，突击。实在有点方便担心了，下劈。从方便来说，应该对防御这样的腿法，看一下麦霸。方便的侧踹下劈，劈挂了腿法，主要还是以控制为主。是的，方便终结性的这个打击方式还是以这种拳法为主。但拳法没有命中。但是在跟杜姆威的第二回合双方的拼拳中呢，还是很奇怪啊。好，又出拳了，方便接腿带拳。明晰，我打得很清晰的进攻，啊，又一拳。整个前几回合打的看起来好像这个有比较有效果，其实真的是后脑勺过来的，对方上高，方便用了一个这个。Split decision,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, Fong Bian。李丹进攻，红。